师，看过了刚才的片尾，大家还记得那个前几天老师吹的那首歌叫《又见三里红》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把这首歌给大家录一个完整的教学视频。以后呢，老师也会根据我们每次发的这个作品，把附带的详细的教学我们给录制出来，方便我们粉丝朋友来进行学习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首谱子，我们现在跟着这首谱子来唱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谱子，又见三里红。前面的部分呢是属于一个前奏部分，我们唢呐真正开始吹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开始。我们先来唱一下谱子，那么呢一会呢我们根据我们唱的，我们每一句呢用我们唢呐给做一个示范。咪啦啦啦，咪哆啦嗦啦，啦瑞瑞瑞，啦嗦咪瑞咪，咪啦啦啦，哆啦嗦嗦咪瑞，咪咪瑞咪哆啦嗦啦，咪啦啦啦，咪哆啦嗦啦，啦瑞瑞瑞，啦嗦咪瑞咪，咪啦啦啦，哆啦嗦嗦咪瑞，咪咪嗦啦瑞哆啦啦。啦咪咪瑞哆瑞，哆瑞咪瑞哆啦啦，啦啦哆哆瑞哆啦嗦咪，哆哆啦哆啦嗦咪。啦咪咪瑞哆瑞，哆瑞咪瑞哆啦啦，啦啦哆哆瑞哆啦嗦咪，嗦嗦咪瑞哆啦啦。这个地方唱完之后呢，我们中间呢这都是前奏，最后的部分呢我们还是给前面的高潮部分是一样的。我们唱一下，啦咪咪瑞哆瑞，哆瑞咪瑞哆啦啦嗦咪，啦啦哆哆瑞哆啦嗦咪，哆哆啦哆啦嗦咪。啦咪咪瑞哆瑞，哆瑞咪瑞哆啦啦嗦咪，啦啦哆哆瑞哆啦嗦咪，嗦嗦咪瑞哆啦啦。好，刚才我们已经简单的把这首曲子给唱了一下，大家呢，在开始练习之前呢，还是尽量要把旋律部分给搞明白。会唱了之后呢，我们在唢呐上根据我们唱的这个旋律节奏来进行尝试的进行演奏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分段式的一句一句的教大家怎么来吹。我们先看第一句，咪啦啦啦，咪哆啦嗦啦。我们看一下，统一做烧，那咪在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吹第一句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这首曲子当中的这一句，每个音都是要用单吐音进行演奏，吐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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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吐，再来一遍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啦瑞瑞瑞，啦嗦咪瑞咪。还是一样的，还是单吐音演奏。我们下一句，咪啦啦啦哆啦嗦嗦咪瑞，咪咪瑞咪哆啦嗦啦。好，我们试一下。在歌曲的这一个旋律部分啊，出现了有连音。连音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涂第一个音，分连根据我们分连奏的要求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进行适当的一些改变，这也是可以的啊。我们再往下看，第二句是咪啦啦啦，咪哆啦嗦啦，啦瑞瑞瑞，啦嗦咪瑞咪，还是一样的啊。我们再来做一个示范。下面我们再看，咪啦啦啦哆啦嗦嗦咪瑞，咪咪嗦啦瑞哆啦啦。
这一部分有点改变了啊，旋律部分我们来吹一下。高音部分要运用到我们的这个超吹音，我们要把这个嘴型控制好，吹超吹的时候我们徐州的徐然后进行一个改变，加大一下力度，控制一下哨片的根部，然后加大气息。我们往下看。拉咪咪瑞哆瑞哆瑞咪瑞哆啦啦，这一句全是高音，那我们怎么演奏呢？哎，还是用我们的超声音的训练。我们再往下看。啦啦哆哆瑞哆啦嗦咪，哆哆啦哆啦嗦咪。我们大家做个示范。拉烧的时候我们直接吐辣就可以了，烧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吐了啊。我们下一句还是一样的。拉咪咪瑞哆瑞哆瑞咪瑞哆啦啦，啦啦哆哆瑞哆啦嗦咪，嗦嗦咪瑞哆啦啦。我们吹一下。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整首曲子基本上就吹完了，因为我们完了之后呀，最后一部分的高潮部分呀，和我们前面呢是重复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首曲子实际是不难的，朋友们呢只要跟着老师的这个一句一句的这样去练习，练好了之后，我们再把整首曲子穿起来进行练习。然后课下呢，朋友呢练好的话呢，也可以给我发私信，管我要这个歌曲的这个伴奏也可以啊。我有制作好的伴奏，我会发到我们的学员群里面。好，那讲到这里呢，老师再完整的把这首曲子的一个轻吹的示范来给大家做一遍示范，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好。如果大家也喜欢学唢呐，请记得一定要关注裴老师，关注我们的课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